所以就想让我们分手。在父母和男朋友面前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，但是我还是跟他分手了。是你亲自跟他说的分手吗？是，分手之后他给我发过许多信息，他说可不可以给我几年时间，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，我可以让你的父母都满意，可是我还是放弃了。父母的意见绝对只是一个借口，女人的虚荣心才是最大的恶魔。其实每个女孩心里面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，她希望嫁得好，她希望幸福。如果说我物质的话，我只能说我只是把现实的东西提前考虑到前面了。其实我觉得你最残忍的一点不是说物质和现实的问题，是你一个月都没等他，刚毕业就分了手。但是我当时真的也是被逼无奈的，如果你们的父母以死相逼，或者是如果你跟他在一起，我就和你断绝关系，谁能承受得了这一切呢？我会对我的父母说，我愿意跟他一起努力。而且你连机会都不愿意给他。对，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，而且又是父母这个掌控之下的一个乖乖女，他对人生能有多少认知？他知道自己今生想要什么吗？他不知道，糊里糊涂就分了。他要是糊里糊涂的话，他当年就会跟他男朋友一起奋斗，而不是要这个要那个，考虑到现实。他没有要豪车豪宅游艇，没有，他要的是基本的生活保障。你们刚大学毕业，你那么年轻，你凭什么伸手去要？你这个年纪就是用来奋斗的，你不奋斗哪来的果实呀？我没有说是要车要房，就是他要给我小康的生活。你要小康的生活，凭什么你不靠自己要去，你一定要依靠一个男人呢？那你自己是干嘛的呢？你为什么要去读大学？这些你读大学这些就是为了找一个好男人吗？包装一下自己。我觉得基本生活保障是肯定要有的，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嫁汉嫁汉穿衣吃饭。我觉得吧，你们女孩简直太现实了，他要的是小康，那你们那时候住不起房子吗？吃不起饭吗？谁？那现实跟他们不是有房子住吗？跟现在的小康生活为什么不能一起奋斗呢？你有车有房吗？我现在没有啊。你能给你女朋友很好的生活条件吗？能。那我可以奋斗啊！别吵了，我知道你。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，涂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。我在电台实习的时候一分钱没有，是我老婆给我买烟抽嘛。相对于物质的选择，物质就好了。相对于纯情的找纯情就好了，怕就怕又要物质又要纯情，这最难办了。我觉得他属于这种。我觉得四年前放弃那段感情太轻易了，他现在什么都有了，我觉得我父母不会再反对我们了。四年前，依宁和小雷大学毕业，家境普通的小雷刚毕业无车无房，他们的恋爱遭到了依宁的父母强烈反对，而向往小康生活的依宁不顾小雷的挽留，狠心放弃了这段持续了四年的大学爱情。那么今天，依宁为何又要向四年前被她狠心抛弃的前男友小雷告白呢？就在前不久，我们公司调来了一位新的部门经理，我真的没想到居然就是他。我觉得这就是缘分。你说他现在什么都有了，他有了什么？有房吗？有。有车吗？啊，有。他要是今天还什么都没有，你会来向他告白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我想问一下，和他分开的这四年的日日夜夜当中，可曾对他有过思念？思念是肯定有的。那你这四年有没有谈恋爱啊？有，只是相亲对象而已，但是没有谈恋爱的。没有一个好的吗？最后的这个条件很好。那怎么没在一起呢？本来之前我们是订婚的啊，因为前两个月在公司见到小雷之后，我可以放下一些东西，然后重新和他在一起，所以我也是为了上这个节目把婚给退了。你把婚给退了？对。你们订了婚吗？订婚了。你觉得你今天胜算有多大？如果是按照他在公司和生活中对我的那种好感的话，我觉得我是可以成功的。他对我很好，我记得有一次他送我回家，送我回家之后一直等到我到楼上把灯打开之后他才走，然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
每天工作不要那么辛苦，我真的很心疼你。我觉得当时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，我觉得他还是喜欢我。总而言之，他在回来了之后丝毫没有抱怨你当年对他的绝情，反倒是一直以来特别关心你，使你有了告白的勇气到这儿来了。对，你的这个前男朋友有女朋友吗？该是没有的，因为我给他发信息或者私下交谈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说他有女朋友，而且公司的同事也不知道。我们八个人猜一下，如果觉得男生会来，用感叹号表示；如果觉得他不会来，反之用问号表示。来，请选择。一半的一半，正好一半。如果我是这个男人，我就可能这一辈子不会再跟这个女人见面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对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大家把事情。但如果你就分配到了他公司，你怎么办呢？但是我觉得你辞还是他辞呢？我辞，我辞，你辞，我一定。但如果他今天要来接受你所谓的告白，那我想他更多的用意不是为了原谅，而是为了向大众证明我过得比你好。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你还决定要告白吗？要，因为我还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也想给他一个机会。因为无处无逢，四年前小雷被一宁狠心抛弃，而一晃四年过去了，小雷却成为了一宁的顶头上司。突然出现的小雷还如当初般对一宁嘘寒问暖，呵护备至。那么当初被狠心抛弃的小雷对一宁的种种表现，是旧情难忘还是另有目的？他今天会来到现场接受一宁的告白吗？从善意的角度上来说，我希望他来，给他一个机会。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如果他要是今天原谅你或者不原谅你，你都不能恨他，因为那是当初你自己做的选择，好吧？来，请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他若是跟你说，虽然四年前我爱你，现在我什么都有了，但是我却不爱你了，你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会跟他说清楚，然后尽力去弥补这四年来我对他的伤害。你还会努力吗？我会努力。如果他真是来报复你的，那你又作何选择呢？我一直不太相信有这种可能。如果是呢？你恨他吗？我不会恨他，我希望我的努力可以让他忘却那些伤害。第三种最可怕的可能，他有女朋友，他甚至结婚了，你怎么办？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女朋友的。那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按键。
大家好，我叫小雷，这个是我的未婚妻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娜。什么意思？今天我来其实就是想和依宁把话说清楚，因为你说清楚干嘛要带人来？因为他之前给我打过一些电话，然后发过一些信息，然后我未婚妻都知道，所以我来这儿就是想把话和他说清楚，然后也让我未婚妻放心。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告白的吗？知道。你去他们公司是你选择的还是公司工作安排？这是公司上面的一个内部调动，然后遇到依宁，我也觉得挺意外的。但是问题是你还关心他呀？他说，我觉得只是上下级的一种关心。那不上下级关心，干嘛送人家到家呢？我觉得还等人家灯都关了才走呢。这是一个作为一个男性基本的一个绅士的问题吧？是吗？我觉得对。你觉得一个正常的男人会给前女友发这种“我心疼你”这样的短信吗？是谁谁都会误会好吗？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你作为一个上司，你去关心下属的话，如果你不关心他，他怎么会努力工作呀？上司对下属的关心，更多的是对他生活当中的照顾。你伤不伤心啊？你身体舒不舒服？没有谁说心疼这两个字儿的。